我佳琪，好，林佳琪，佳琪跟大家打个招呼吗？好，林佳琪，林佳琪身高大概在180公分，现在穿着一双15公分的鞋子，大概190斤。等一下我访问你的时候，我们就坐在那里就好了，千万不要跟他在一起，真的压力很大。真的啊，佳琪非常国际名模，最近也拍了一个广告。第二排稍微对应向下，因为也虚。好，有名字，也谢谢佳琪，佳琪特别来赞助你这个脖子的品牌，他们一系脖子的品牌的一些新服饰的新界定。好，有佛跟妈妈一起同拍。今天妈妈其实心里非常的紧张。那边中间，中间。